结果讲完写完还是这么丑，写错了。来，我再讲一次。来，我叫他先写这个，这很漂亮啊。诶，他刚才讲写的很漂亮啊。那最好笑的是刚才一来，他就给我练春。我就说他上次不是回去的时候春都写得很棒吗？他忘记，你知道吗？他还给我练春。结果他不信邪去拿出来，我真的写了。好，然后上次我都还有印象。来，找到中间，然后呢，左边数五个铅笔芯，大概在这里。几点找？2点半，2点多，这里再写过来，跟他差不多对齐。你要记得哦，因为我刚才讲是讲整个字，他可能记不住了，所以等下去做完之后，先找到什么？中间一二三四五，从这里写2点多，写过来。好，去看帖，写过来给我，等下慢慢教。好，你现在要写第二笔，对不对？第二笔，请问你要怎么写它？你要对谁？对他好，对，那所以他有几个铅笔芯？一、二、三，知道吗？所以你写的时候脑中要数一、二、三，从这里写，知道吗？你就不会写错了，永远都不会写错。好，那你先擦掉，要改一下哈。